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，欢迎您的收看。从今天开始，午夜新闻将在央视新址正式播出。我们将在这个全新的演播室里为您解读全球资讯。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王蒙。王蒙，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。更多新闻资讯，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的微爆炸案庭审的相关消息。那接下来，我们的目标向国际奥委会正式递交申办报告的日子。5号的清晨，北京冬奥申委代表团的成员就踏上了前往瑞士洛桑的航班，准备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办报告。申办报告撰写小组成员、冬奥申委副秘书长徐达为我们介绍了这次报告的撰写的情况。爆炸案庭审的相关消息。那接下来，我们的目标。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的微博、微信和客户端。再会。